观众朋友啊，看到盛兴车站哦，就知影讲阿芬啊哦，即马已经来到苗栗了。这个车头的路线骨惊骨弯，所以火车若开到这哦，拢会倒退路，再个加速哦。行，即马赶紧带阿芬啊哦来看卖咧。红山高台马，我伴娘姐。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八十是无稀奇。阿芬啊来到苗栗，这个三分之二拢是客家人的所在。除了欣赏美丽圣心车站跟龙腾断桥，也要来体验客家风情。听人说在市区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中心，就在火车头旁边，本来是荒废十几年的古工厂，现在竟然完全改头换面了。行，现在就带阿芬来看看这阵越来越少年的志工安怎在这开始新的生活。已经来到环保站嘛，现在这个所在哦，会做环保嘞。咱即马赶紧来问第一颗环保种子。秀梅师姐哈，是啊、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就是咱家的第一颗环保种子啦，秀梅师姐。秀梅师姐，当初哦，这个所在那也开始做环保。那时候八十年上人呼吁哈，要做环保。他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，那我就开始。那时候我会开车，哎，然后我开车我就会去载，每个点我都会去载。我们可以说苗栗很幸福了哈，就是全球慈济人好有一块地给我们在这里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呼吁，那时候环保志工都出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在这里做。当时那传承的时候，就美莲刘美莲啦、啊，她说我就说，哎，你笑脸呢啊，她又会开车嘛，想美莲师姐很有心，我就请她做，我就常常去做志工这样。所以秀梅师姐哈、哦，真的是很有心哦。当你有心，当然每一个环保志工都会跟着你一样有心了、哦。任劳任怨的刘美莲师姐是家小少年的总管，园区大小项代志问伊就对啊啦。美莲师姐，哎，好啊！我听伊讲哦，这个环保站拢是你咧发落的吼。嘿，哦，啊，你阁饲只牛哦？对啊，我们这个牛很可爱哦，是那个资源回收打包的那个布，回收的布做的，还有那个看板，这个就是我们。有奖征答的，给小朋友或者大人来好好玩，用念客家话的比较有挑战性，大家就会跟着我们学的，比较趣味啦。啊，不过这个问题吼，对我来讲吼，就简单的呢。敢有啥物较困难的，会当给我挑战无？简单哦，唱客家歌好不好？唱客家歌，嗯，客家歌会啊。好啊，那我就来试看看客家歌。客家歌是客家歌吗？客家歌，客家歌。嗯。虽然讲有三分之二拢是真侪岁志工，因拢已经七八十岁啊，啊，不过因的计数甲速度是完全未输个少年人哦。七十八岁庄张秀英阿妈，自从嫁予先生了后，就担起照顾弱智小姐的责任。小姐啊，阿嫂总是做伴出门做志工。这个环保站都参存是因的安亲班同款。秀英师姑，你们是每天哦？嗯，几乎没有特别的事，他都每天来。嗯，每天哦，礼拜七天大概来六天的，有的时候满满哦。嗯，没有特别的事，他就没有每天来。特别的事真的哦，天天都喜欢来。是每天都来。嗯，师伯几岁了？78。那师姑你几岁？
我也是，我比他大，78岁照顾78岁。哦，没办法，78岁照顾78岁。我是一直想，我能够照顾，不会去给人家照顾就好。嗯，好家在有环保站，真的，然后来家走，来家运动，真的呢。哈，啊，没有环保站，不晓得要去哪里。独居的阿仔伯啊，因为大家的关心，会变甲足快乐的，所以自愿负责菜园啊，嘛发愿要种菜予大家吃哦。我伫遐用过迄边挂一打，迄边，过来过来吃。啥物人吃？咱个原始人啊。我是食个种菜，我的脚未动哩。你种菜有欢喜无？有啦，迄有欢喜啦。就是安尼讲，我着种菜，我着相当爱。当初啊，很多石头，就阿财伯把它剪掉了，成为一亩田。他对这片土地真的就是有感情了。感动就是我要去水果园除草，开车从这里过，真的当下就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就眼泪就掉下来。他。不是这样，我们这样蹲着除草、拔草哦，他是用这样子跪着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哦，整路这样跪，我说哦，我就中午吃饭就跟大家分享说，你们啊吃饭啊要感恩心，要惜福啊，把菜吃完啊，财婆都是这样跪着这样拔草的，他都用跪这样，就跪着这样爬这样爬，这么老的老菩萨种菜给我们吃是用跪的，就很震撼啊，所以。就想说他哪天行动不方便没办法再耕种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把这亩田借下去啊，那就当下就有这个念头说我要借下去做，把爱借下去做。美人师姐哦，爱我来学加法啦，我有找到一面小抄哦，暗自说就是谢谢啊，還有啊，爱来客家种种，爱来客家种，我看哦，也是来找老师较紧啦。大家安坐，今日吼大家当饭时来做，你阿种个啥物？你阿种，大家讲六角个吼，像阿做去按张面那孝亲人，可以宽炊饭，分老人家食。今日来做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啊！啊，我有听到客家话呢，我就是要来找老师学客家话的啊。呀，老师，行。先生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我要来报名啊，学习那个客家话啊，还有你们在学的这个撒包编织，欢迎欢迎。72岁刘宇静老师，较早伫国小教册。退休了后，伊个兴趣甲环保结合，教大家发挥创意、动动脑。回收的材料都产出变魔术同款，变成真水阁实用的物件哦。老师，这个是打包袋哈？对对。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打包袋？哦，这个哈，同学们都自己回收过来的。回收再利用的，全部都是回收的打包袋，然后再来编织成每一样不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老师，那你怎么那么会编这个啊？是谁教你的？最开始是想要做义卖，最早的时候我是说去买，结果买了以后大家分就分掉了，就没有做出一个来。后来又捡的，就继续将近做了。100个送出去义卖，哇，那真的很棒哎！那我阿芬啊来对地方了哦。哦，老师，那你今天哦要教我这个打包袋编织的那个，你刚刚说那是什么篮子？这个叫孝亲篮。孝亲篮，那孝亲篮的客家话怎么说？好晴朗。哦，很好学，好晴朗，就是天气很晴朗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孝亲篮叫好晴朗，对对对对对。阿芬，那现在要来学好晴朗，好老师好，那他一开始就很难呢，为什么？两条线要把它交叉编织成这么有规矩的一个图案，真的是很难呢。还好啦，习惯就好。一开始要怎么做？好，我讲，你来放哈。好，这两条拿，这两
这两条拿起来。好，这个放下去。我真的记不住哎，因为它一直在交叉，然后放下去。好，那平行吗？平行，对，把这一条拿起来，把这条从这边拿起来。好，最后的最后就把两边都卡起来。哦，就是耶呢。好，真不相信这是我做的，而且可以动。你可以动脑，哦，那做这个很好哎，这个帮助我们动动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一条编织错就整个都错，所以要很用心。他的观众朋友啊，然后时间好，等下来再报名哈。不敢不敢，请来接老师。不敢不敢不敢，老师好棒。啊，不是老师好棒，老师好棒。客家话怎么说？先生，懂腔。哈，先生懂腔。唔该，烦死烦死。看大家这么认真，在注意手的打包袋，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练过真功夫哦。不好，做错了再拆，拆了再重新做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可以动动啊？对，比较不会痴呆。脑筋要专心啊，我们在只要在家你就没有去动脑筋，这真的是要动脑筋的呢。感觉很欢喜啊，因为这是回收的线嘛，啊，那个老师又有很用心在这边教我们，有时间学学这个编织嘛，哈，啊，做出来捐出去也是心情就觉得很快乐，这样。那老菩萨哦，真的足搞的呢，那打包袋啊，这么歹学，吼，连我都学袂晓，所以我决定讲借钱呐，安尼较紧，起码要来采莲子。每一年的六月到九月是莲子的采收季节。美莲师姐除了照顾环保志工的心，也顾大家的肚子，我赶紧来去给她倒三工。嗯，师姐，我来这采莲子，安内拢无人啊？人拢走倒啊？阿妹，来采莲子哦！哦，采到啊啦，同国的啦。阿文师姐，欸，要采莲子啊，像我们穿这个衣服哦，全套哦，哈，要加帽子哦，采莲子还要穿这样哦，对啊，保护自己啊。哇，不管是地瓜蕾啊、遮阳帽，还是艾玛，每一个人拢真有个性哦，看得出来，伊拢是采莲子的高手。阿芬啊，输人唔输阵，莫爱落残来甲伊斗老力一个哦。美莲师姐，来，我来甲你倒棒。你要帮忙啊！这不行，不行，这不行，啊，这不行，太嫩，这不行啊！太嫩了，哦，这个吗？对，那个才是成熟的，哦。然后要怎么采？哦，你就给它整根下面，拔起来吗？拔起来，对，直接拔起来。对对，那个水这样折下来，折起来。你的篮子太小了，采两朵就满喽。那要用什么篮子？我们都用这个大袋袋，看。差嘴，这样子啊？可是我怎么没看到莲子啊？莲子在哪？莲子在这里面啊，这个剥下来就是莲子啊。哦，好大一颗，哦，你看。哦，你有看到哦？这都是咱家的莲子啦。哎呀，哦，原来莲子是这样拔的。啊，那这个莲子是这个荷花？对对对，荷花叶凋谢，你可以剥下来看，就偷看一下。哎，啊，好漂亮哦。对，它凋谢了就变长出莲子来。好漂亮哦，嗯，早上来都是开得很漂亮，就像你们电视上一看那荷花的，很漂亮。苗栗园区内底荷花田出产的拢是有机的莲子，健康阁无污染。为着要采收莲子，甲大家分享，才会志工拍着日头做工课，唔惊吃苦，唔惊困难。阿芬今仔日总算体会到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哦。你要多一条路来，你要多一条路来，脚浪不起来。不会。我的脚拉不起来呢，你站太同一个地方站太久了。哎，脚打开，脚打开，你不能同时并着。啊，是啊。哎，脚要打开，脚打开。可是我怕踩到那个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第一次踩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很好玩。来，往前走，踩开走就。哎，我阿胡老师来踩莲子，不是制造麻烦的。你以后踩莲子不要再带我来了，制造麻烦。这个不会的，一回手二回手，我们以前也是。一天要跌几次哦？如果你踩到它的那个，它会死掉吗？我它下回还会再生啊，它生命力很强啊，生命力很强，所以我们人就要像荷花一样，像荷花这样。观众朋友啊，你看，别人是用手叠踩莲子，只有阿芬啊是用脚叠踩莲子啦，真正有够闹亏的呢。
这个踩这个必须要很有技巧，而且它很辛苦。客人刚刚看我们踩很轻松哈，对，四十九跑到那边去了哈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莲子为什么会那么贵。难比啊，我真的爬不起来，越陷越深。你要拉，你要过来，你看它过去干什么？我还可以往前走吗？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想说要种这个荷花呢？啊，我们就想说每天一直不定期这样除草，很浪费油钱，又没有经济效益，我们觉得说很没有成就感了。那我们来种荷花，又可以写生画画了。那我们以后就可以穿旗袍，请跟我来了，就带着那个游览车啊，请跟我来写生画画，这个点子也不错。都来种了，长收成以后，哎，有莲子好采，我们就很高兴了，就夏天就采，又可以欣赏荷花，然后我们又可以吃，对对对，我们园区又可以自己吃哈，真的一举数得。所以这以前是一块荒地，对对对，然后经过大家的努力啊跟打拼啊，就变成一块福地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像这个是标准的大丰收。这个篮子最小。对没有，我的天那么小。我这个最小，但是像那个篮子那么大，买几朵就满了。采完了莲子，阿芬实在真好奇这块地由来。美莲师姐说，这都要去问园区的元老哦。徐爸，哎，阿芬，人人口中的慈济摄影师。就是77岁徐明江师兄，喜欢摄影的他，用18台相机、10000卷的底片，还有20年的时间，来记录每一个人生命中上欢喜的时阵。徐爸，哦，阿坤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徐爸，你在翕相啊？是啦。徐爸，我知影讲吼，你是园区的元老啊，若要知影这个历史哦，一定要甲你问。我请问你吼，咱这块地差不多有偌宽？差不多30甲。啊，这块地咱较早是咧做啥物啊？这都是新德玻璃厂、玻璃公司苗的厂啦。这个是做平面的玻璃啦。哦。让他们啊，门要用的大地玻璃。徐爸，那当初咱咧规划这块地的时阵，有做啥物物件设施啊？是啥物规划？迄阵啊，拢是有足济吼，也是一空玻璃工，迄个仓库足济，基本设施吼，哇，什么嘛有哦。是吧？就是环保站啦吼，还有荷塘啦吼，这用途足方便。真正是一个最好的所在哦，由荒地变福地哦，对对，所以咱嘛接引很多会众，我看真侪人拢来这参观，来这翕相呢。是，古里是康保站20周年哈，所有的幼稚园以上加小学、中学，还有大学，还有那个特教，拢来参观。咱简单来讲，包特边你嘛有做，会当好做好代志，就晓得。会变到摊啊去救人，摊啊就是咱的包头面做，国轻，吼衫裤嘛是吼做足侪种的衫裤吼，这个就是吼咱去救全世界有需要的用的，所以讲咱，但是吼，这个啦，就是很棒的意思。对对对，吼。叠独房边的大树卡，大家纳纳凉，拿着秋钢。原来莲子采收了后，还要经过地卡、泡水、晒干的步骤。大家之间分工合作，把很慢的莲子变成上新鲜的食材哦。足香的嘞，这就是咱拄啊办的莲子啊。但是已经控足久啊，不控袂滴，真系超伟大。阿大海啊，来啦！来人呐、啊，来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师姐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出门什么事啊？啊这莲子安尼够写哦，这样好，安尼捏落，有无？安尼堆落，就会就有烂了，好、哦、就
就可以了，就熟了。哦，这样就熟。吃的多啊哈，阿芬阿爸的莲子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汤叫什么汤？这个叫做莲子养生汤。莲子养生汤来对这种米家都是很健康的，加了山药，山药还有红枣，红枣，嘿，还有枸杞、当归，哈，这边的姜、甘草。难怪我们园区的环保志工还有师兄师姐看起来都很健康，你看这个就是吃莲子的莲呐，对，妈妈带你多加一瓜，好，上菜咯。中昼时间也一到，大家拢会把手的工课放落来，到店来食堂用餐。苏姐讲，伫个家唔免开钱买菜，只要有土地佮双手，都会当自给自足哦。啊，这边来，豆啊。这豆啊。这会伤重无？袂吼，袂吼。这个，这较嫩啊，好不好？好不？你安尼收少无？你食一滴滴啊，尔呢？哎呀，开唔当丢滴啊！安尼哦，这好不？无啊无啊无啊！这较袂遐硬啊！无啊！啊，无你安尼两顿呢？你两顿哪有够？遐两嘴饭尔呢？有啦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大家都对我足好，这规园区的人我对我足好个。规个园区的人拢对你足好。我听讲苏姐拢会带你去看医生吼。有。爸爸嘛，伊啊，实际是伊啊，带我去。嗯，阿仔伯啊，你即摆有啥物愿望无？我就希望较好，较紧好个啊。即我来种菜嘛，真好啊。较紧好，通好种菜啦。种菜迄个我较趣味啦。阿仔伯讲种菜较趣味。嗯，我菜迄种个好，我挂去花莲迄边过去啊。安尼吼。阿仔伯啊，祝福你哦，祝福你的脚赶紧好起来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谢谢，祝福你。谢谢。脚仔就是牛同款，足牛走嘞。阿仔伯啊，讲家己敢那牛嘿。那比啊呢？没啦，阿仔伯啊，这样吼，你看得到每一个人拢是咱岛的人啊，对不？对。啊，我嘛是你岛的人啊，好，阿仔伯啊。我查某仔还同款呢，我是无法度啊，他咧是啊会安尼。以后我哪来苗栗，我都来看你嘿，好不好？是是是是。我较早听你牛班咧，我较早听你牛班咧，足好走咯。阿仔伯，佮伊较早佮咱牛咧，足好走。伊讲啊，咱的师姐师兄对足好，拢是厝内人啦。本来就有呀。系啊。他就把我们当。当系啊，伊讲咱家伊早囝咧。今仔日来咱慈济的苗栗园区啊，看到这点七八十岁的老菩萨啦，伫个环保站嘛找到新的生命力哦，正好阁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哦。阿芬啊哦，今嘛要来去验收客家歌啊。